你失约，你怎么可以？就是三年前，当时你想要跟我说的事是什么事？把你对詹姆士无知道的事情告诉我们吧。你说他就是詹姆士吴吗？那么吴太阳那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？真的很对不起，我现在真的不管说什么都不对。你把我当笨蛋，欺骗我的感情这么久，就一句对不起？真的很对不起。我绝对不会原谅你们的。中天娱乐台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《太阳的季节》。